我从小就在电视上看选美比赛，没想到长大后自己也参加了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。这次竞选开阔了我的视野，使我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。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电视主持人。2019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在正在接受报名，快给自己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机会吧。我是2012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季军张扬。2019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，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。